明日报文化时间，提炼我们的文化自信。大家好，我是吴谨言。我为大家推荐的书籍是曹禺先生的《雷雨》。最近因为一些机缘，恰巧又重读了这本书，有了很多不一样的感悟。这本书想必大家都不陌生，它展示的是四幕人生大悲剧，是命运对人性残忍的捉弄。这次的阅读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樊宜这个角色，樊宜的话语间都透露了他对自由的向往。樊宜对周平说过，你记住，一个女子不能受两代人的欺侮，你可以好好想一想。樊宜这个角色呢，她具有现代女性的思想，她要逃脱命运的束缚，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，与我们现在追求的独立女性的价值观是一致的。这个角色她想活出真我，樊宜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共情和钦佩。我觉得阅读和表演其实是一样的，可以让我有限的生命变得无限的丰富起来。通过阅读，我可以穿越时空，穿越时间，和古人对话，了解别人的故事，体会不同的人生。